大家早安，我现在呢在我台北的新家，其实已经搬来超过半年了，只不过因为我都在东京的关系，从来没有在这边拍过 vlog。 我这次在台湾待了蛮久的，超过一个月，快要两个月。我等一下呢要跟朋友去吃早午餐，然后今天没有什么太多特别行程，晚一点的话应该会去采买一些影片要用到的东西，我们就一起去逛逛。我朋友已经到了，所以我要上二楼找他。好久没有来乌鲁木齐，过一阵子好长来这边。买完之后马上下雨，啊！但很开心买到了一个我一直有点兴趣的味道，因为我就有一种啊，我香水好多，还要买吗？还要买吗？可是我好像真的没有那样子的味道，就是一个慵懒，然后有点花香、皂香的那种感觉。我的伞好可爱哦，这角度非常的毁灭。怎么又是你？啊，怎么又是我？对啊，昨天的影片才又是你。一定要我，阴魂不散。就有人说你很像 Super Junior 的一个人，不是利特，但我不知道是谁。你说有人在下面留言说吗？头发洗完之后变更卷，很像是那种小电棒卷烫成的那种感觉。就是这种比较液状的化妆水，好像倒在那个化妆棉上面比较好。每次倒在手上擦都会各种流来流去。等一下呢，我想要去看，那叫什么？我昨天开始看了一个韩国的实境节目，黑白厨师吗？黑白汤匙吗？有点忘了。然后我觉得看的时候很可怕的地方就是，你超想吃东西的。我到底等一下会不会又吃宵夜呢？你们觉得呢？依照我对我自己的了解，是极度有可能。哇，外送员厨师好厉害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到底有没有过关啊？哇，好厉害哦！I should slow down, take it easy. I just keep on staring at my phone.Spinning, hearts racing, knowing that you could give me a call. 看完办公室，我跟崔小姐紧急约了一个早午餐，也没有紧急，就是非常临时。这家其实我吃过，非常不错。Do I want this too much? I know I have burned you once before. 我看到柚子胡椒炒蛋可颂，做山苦瓜鸡肉沙拉，还蛮好吃的。但因为我没有到很饿，所以洛梨开放三明治好像也不是。太尴尬了，太尴尬了。
哇，看很好吃。这个是开心果吧？你才是我的开心果。直摇头。非常感谢 Lion 狮王赞助本集影片。 Lion 狮王的去净洗手慕斯我真的超常在日本看到，然后我自己有买，我公司也有买，公司买的是另外一款，我刚用的这一款呢是日常使用的抗菌洗手慕斯，然后很多日本的幼儿园也有用这个洗手慕斯，它里面添加了 IPMP 是抗菌的成分，然后它的慕斯非常的细，刚刚有看到就是会很像云朵的感觉，然后我觉得它的包装超适合潮湿的台湾。之前呢是按压头它有抗菌的设计，现在呢是连瓶身都有加了抗菌剂，因为通常洗手慕斯就是放在潮湿的地方，可能是厕所啊，或者是厨房，就是比较容易会有水垢，然后会有细菌的滋生。可是它现在按压头加瓶身全部抗菌之后呢，就算你放在潮湿的地方，它还是非常的卫生。那它有另外一款呢，是我们公司自己买来用的，就是敏若肌专用洗手慕斯。它除了一般可以洗干净之外，我觉得它的润泽保水效果更加显著。这款呢，我就觉得很适合给敏若肌，然后你很重视手部保养，或者是你洗手频率很高的人就可以用它。它洗出来的那个味道呢，是那种淡淡的皂香，就非常的舒服。这一款的包装跟颜色我自己也特别喜欢，就是比较简约大人感。我现在在看办公室的一些物件。Hey, I heard you got a new best friend. Yeah, it hurts a bit. I won't pretend that it doesn't matter that you're with someone else. 好，文书电脑的工作我处理完之后呢，我要来拍一个 reels， 就是跟大家分享 ESO 这个九月新香调的香水到底如何。就是我喷了一阵子之后就。感受一下它的前调、中调、后味以及持久度，然后还有它整个就是值不值得购买。我之前还蛮喜欢 ESO 的雾，然后现在这个新的香味其实也蛮特别的，是他们这整个香水香调当中没有的这种比较偏茶香味，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看它到底值不值得购买的话，可以看我的 IG 的 Reels 的介绍。工作完了，今天是周五，所以呢，明天是周末，提早下班。来看昨天中信兄弟的全场精华。我好久没有去现场看球赛了，其实我蛮喜欢在现场看球赛的感觉，只不过我是衰鬼，就是。我看球赛大概有七成会输，所以有一阵子我还蛮常在现场看球赛的时候，如果我有发动态，然后就会有一些都知道我是衰鬼的人就说，哈，你怎么去这样子，兄弟会输。我没有办法。啊，爆头爆头爆头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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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过应该要排一下下，就是晚餐时间人真的比较多，试试看豚人。我之前有听蛮多朋友推荐，但我还是没有试过。
回到家又再看那个黑白汤匙，哇！我就在刚发现它不叫黑白汤匙，它叫黑白大厨。大家早安。原则上呢，现在已经就是中午了，然后我现在要跟我朋友去吃他订的一家餐厅，叫做 Extension One by 橘色，在内湖店。然后我刚以为他在信义区，而且我刚以为我们是约两点，但其实是约两点半，我完全没有在看，明明就是两点半，然后还写内湖店，我还那边信义区，我还想说，应该是跟橘色同一间吧，应该是 A8， 就不是，全错。我现在准备要来叫车，现在去好像有点太快。好，那我现在不知道要干嘛，跟大家分享我的包包里面装什么好了。Roman 的唇釉、短夹、护唇膏。我只要回台湾的时候，我就会把我的 Handerskin 的钱包变成这个，因为Prada 的这个的大小才可以装台币，装日币的话就真的太小了。这个。用了不到30年吧，我妈然后给我薄荷糖，我一定会放在身上。然后我的 AirPods 壳最近换成这个，再来是镜子，然后里面有梳子，这个够吓趴的。这个的话呢，本来是崔小姐要买的壳，结果它变成是我的壳，因为她的 AirPods 根本不是这个型号的，乱买一通。好，以上就是我的包包。现在几点？现在1:51，出发还是太早。没事了，我山穷水尽了，怎么办？这上衣呢，就是春季 Minimalist 的针织衫，然后这一个裙子呢是下周的新品，现在看到影片应该可以买了。它就是一个牛仔 A 字裙，然后它牛仔的这个薄度我觉得还蛮刚好的，就是有手感，可是不会到太厚。鞋子的话是 Cecily Mountain 跟亚瑟士的联名。以上就是今天的穿搭。哇，第一次要给你载，好新鲜哦！究竟安不安全呢？我也不确定。哇，你好厉害哦！你光是坐在这边，你会开车哎！你好，而且你好像会干扰到我。哦，真的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到家，这个呢是我的晚餐，就是欲罢不能咸水鸡。我每一次在东京吃宵夜的时候，我就会想到如果有咸水鸡有多好。但是因为我个人吃卤味啊、鲜酥鸡啊、咸水鸡，我都超爱吃配料。我其实不是在吃那些肉本身，我都喜欢吃边边角角那些甜不辣、百叶豆腐、米血糕。四季豆、海带、萝卜，就是一些素菜。我今天呢点了鸡肉，然后四季豆、笋片、米血糕，没有点甜不辣，但是没关系，这很香哎，哇，好香哦！这到底怎么调味的、啊？为什么可以那么好吃啊？来了米血糕，我觉得它还是咸水鸡里面的命。我个人是欲罢不能咸水鸡派。我上次在通化街夜市有吃一家叫红花，它的味道比较不是我心中的菜，欲罢不能才是。大家早安，我今天呢比较多工作，即便是周末，我等一下要出去拍一个球鞋的拍摄，
然后回来之后也要拍影片，希望可以拍到 1.5 个影片， 0.5 是那个 Reels， 就是比较短一点，比较好执行。啊，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声音都还是有点干干的，听起来更低的。我的小蓝瓶用完了，我要来拆第三罐。也不对，它好像还剩一点点。嗯，一点点，先把它用完。然后就是我的第一个步骤，它不是滴在脸上，它是要这样用，就是稍微保温一下它，不要太多摩擦。再是用 5C 精油，用这个，我超级推荐给任何做菜的人用它的这一个是料理序味用，因为我自己有洗手病，就是我每次在做菜的时候，我都会一直想要洗手，就是摸完肉摸完菜，我就一直要洗手，或者是那种油油的感觉，我就会马上洗掉，即便我还要再继续煮菜。然后这个是我之前自己买的，然后已经快要用完了，因为我觉得它去除异味的效果很好，而且即便是你手上有蒜味啊，或者是你可能刚处理完鱼，它都可以把那些腥味去掉，它去油效果很好，可是又不会干，因为通常如果太去油的话，就是洗完手会涩涩的，但是狮王这款都没有这个问题。餐吃这个港式的，但是它里面有一些生洋葱跟我不喜欢吃的韭菜，我们就谢谢。OK， 韭黄，这是韭黄吧？我也不爱，我真的是非常会用筷子，因为真的太挑食。OK。我要继续把昨天晚上没看完的那个黑白大厨继续看，因为昨天就看到大概三分之二处，我就有点像弥留。吃中餐配它就是最高的。大家早安。啊，我刚在想早餐要吃什么，两个选择，蛋饼跟饭团。我现在有点想要吃饭团。早上处理一些工作，吃饭团。下午我要去打皮秒，我大概3-5个月到半年会打一次。如果你很追求皮肤超级超级超级细致，然后本身保养就也保养得很足了，底子也很好的，然后你想要更追求它到头等舱，我觉得可以半年打一次。我打的原因是因为我很容易长斑，从
我阿嬷、我外婆、我妈都超容易长斑的，所以我很多时候打皮秒是把即将要长出来的斑先打掉，不然我的脸就是会有很多雀斑什么的。嗯，来看什么可以吃的饭团。我觉得外送的好处就是我可以同时在家里面处理其他事，谢谢外送。为什么这里的饭团全是什么日式饭团呢？日式饭团哦，我真的是没兴趣。回台湾就是要吃台湾的台式饭团。估计只吃得完一半。冰敷我的膝盖。我昨天离开车子的时候，因为雨下太大，我就打开车门，然后马上跑出去，结果我就撞到车门，所以我现在膝盖有一个很大的淤青，需要冰敷一下。果然是台风，我的天哪！啊，还好我有带可爱的雨伞。现在要去虎之岩，啊，这个路途实在是有够艰辛。层保鲜膜，这些都是麻药。打完之后就这样子，第一个小时通常都会最红，然后不知道欸，我通常大概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之后就会退掉，目前长这样。等一下要去公司，戴着我的口罩，避免吓到同事。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超累。是不是因为今天是周一的关系啊？就是没有很习惯回去上班啊，好累哦。等一下我吹完头发要来看黑白大厨。我准备要看节目，我要来切换一下灯光。我想吃他们做的料理，好想吃哦。晚安。我今天吃芊芊跟全家联名的包子，里面是剥皮辣椒，我很期待。因为我在日本的时候就是一直有看芊芊转发大家去买，看起来超好吃，而且因为我很喜欢剥皮辣椒。包子皮偏厚但蛮 Q 的，而且我很喜欢吃包子皮，特别我以前小时候会把肉馅拿出来然后只吃包子皮，因为有些肉馅的那个葱味很重，我不吃葱，我吃一口肉好了。
肉很多汁。蛮好吃的。我等一下要抢这双鞋，11点开卖。然后他说有这么多人正在线上关注此商品，希望我可以成功抢到。现在是10:52，11点准时开卖，所以我就把中原标准时间打开。即将要53分了，倒数七分钟，准备要出门了。我今天是穿这样一个薄薄的衬衫，我昨天其实也是穿衬衫，我觉得蛮适合现在台风天的季节。然后一个牛仔裙，鞋子还没穿，准备要去公司。要来开商品柜，哇，后面超乱，办公室很像五分埔。这边也有满坑满谷的衣服。我好后悔，某一款裤子出太多颜色。这种话是值得跟大家说的吗？没有，好看当然是觉得好看，害怕也不是假的。然后半年前自己怎么会想说，好，我们就出三色，不要担心。29岁上班最后一天，下班。Open up the window.我弟送我的生日礼物是超级大的 ET 耶，哇，超精致的，这像是软的，超赞的，哇，软的很少见。我弟在当那个修玩具的医生，我是那个玩具总动员很可怕的那个秃头胖子。这次本来他不会说话哦，然后他真的修好。My brother Mike says you're a little squashy guy。如果好的话，他们就会一起讲话。哇，希望修得好。很厉害耶，淤青很大。我妈说用蛋可以怎样减缓淤青。好，那直接碰太烫了，所以我隔着卫生纸。还是我脸上这个也录音录鸡蛋？不行啊。修好了耶，他现在的接触不太良。你要给他电击吗？我的生日蛋糕没有奶制品的提拉米苏，很像一个人在寝室。你要去那里啊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希望我还有我爱的人都可以身体健康，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每天很开心。一二三，耶！谢谢。我等一下呢要去看办公室，就是之前看的前几间有一些不错，可是哪边哪边可能就是会觉得，好像还是可以再怎样怎样怎样，所以就继续物色。要在我回日本前，希望可以找到，可能年底或者是明年过年前
希望可以顺利搬家，希望。这个真是空关，然后还好我柜子里面还有第二关，第二关就补上。厨房用这个，它的那个去油效果真的很好，非常好，很推荐给爱下厨的人用。超棒的一点就是他们还有补充包。第二间，哦，哇，很宽呢，非常非常高。这间真的不错，大家位置就是比较偏一点点。采光真的很好哎，哪里都有光。但是这一支呢，它就是舒服，人很好，你可以亲近它，没关系。就是 Mesa Margiela 的 Lazy Sunday Morning 这一支味道呢，我觉得真的也是男女都很适合，喷在不同人的身上，我已经闻过三个人了，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 Lazy Sunday Morning 我一喷的时候，我觉得会马上有个画面，就是白色床单、白色衬衫，